小盒子，别看了，你学不会的。他在说我吗？早点睡吧，小盒子。叫声小盒子呢？难道是我？再见。请问这只耳环是你的吗？不好意思。要不要我去接你啊？不用了，我还没到。小骗子。这是一束玫瑰花。啊？花还没做好，先用这个玩偶代替一下。这个声音。盖微曲，身体向前倾，然后左脚滑出去，右脚跟上。你看一下，你过来啊，我接着你，别怕。学姐，你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就是我的所有。我是一个歌手，一个公众人物，所以我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别人拿来说三道四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还只是一个学生，你现在就应该好好享受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。你应该打扮你的生活。我觉得我们